搞不懂一些，别看你妈无业也不晓得，你妈几俏皮，那跟你妈武汉天地，那都是该是你妈住到武汉市最有钱的那些拐子哥吧。跟你妈用的物业是么子？用的物业是你妈中海，好吧？就这个位置有一说一啊，买到这个地方就是你妈寻装金用的。你说他能不能买？他能买。哎，就是那种你妈寻装逼，就是你妈开车子只开宝马、奔驰的那种拐子，就这种人。你要是搞了，哎，我一去个就是，我屋里绝对不上滨江啊，卖药味，好吧，就是卖药味。要说别的，真的我说个良心话，他真的是没那么有势，好吧，没那么有势。来，抬走来，下一个那个左你那个左瞎子的，那个老子真是服啊！你左了还在问你妈有没得发展？你是你妈做三梦在啊？来，直播间来100个人来。我就问你们呐，你们觉得左邻这个位置能投资的可以，觉得不能投资的可以，来直播间来，扣起来，这你妈左邻这个位置还有人跑你妈这里去买，你是你妈没想的，伙计，这个位置你妈花一脚就全你妈武汉市。我跟你讲，像嫂子这段，我是属于开车子蛮飞的姑娘啊，问你妈一个刹车没刹住，拜拜了，伙计啊，那都看你妈我怎么了，我走了。这个位置你妈车子我几比你妈我 A 都还多些，你说你买了武汉别个都你妈不相信，还你妈这你妈投资，你真是你妈有两个三银子，你晚上你妈烧心烧得你妈睡不着觉，伙计太早，哎呦把老子气昏了，还你妈就这个位置，我说个良心话，买之后你公交卡一个月充你妈3盘，天天你妈7点坐到终点坐到7点，你要是谈跟你妈讲下楼的姑娘啊，你试一盘啊，那你妈坚信吗？你跟每个丫头讲，小芳。哎，我终于在武汉买个房子啊，就那个左邻。拐子，你是你妈被哪个哄到你妈左邻去买房子，还你妈武汉，真是你妈啥样当，对不对噻？就你妈这种鬼位置买的爬楼，抬走。来，下一个来那个叫么子？那个万科翡翠，比较还在花你妈20000块钱买。哎，你是你妈什么意思？来，直播间来200多个人来。王家湾这个位置。加中介费、税费、过户费，20000块钱这个价格，你们觉得贵的打个一，觉得不贵打来打出来。还有人嘛，跑你妈王家湾花你妈20000块钱买，真的怪子，你是你妈你这个赚钱呐？你那个手机是么赚钱买的？你告诉我了，你真是你妈敢想或者敢问呐？这个位置你自己去看哈子，一天到晚吹牛，哟我都阿巧啊。你我跟你讲呐，所有学区一家的房子，你们知道啥子说的？那你妈要是万一哪一届的学生你妈带不动，哪一届的你妈家长带不动，升学率稀皮了，你这个房子你就这样贵了，你就你妈夸，你这个一家就鼓了掰了，好不好？楼里的小学读完之后是个么回事？滚你妈晓得！就你妈这种位置读你妈硕士读你妈华师，就是你妈么子噻？就是你妈国子高小学拐子。哎呀，你把别个旁边的盘子卖你妈13000-14000精装现房，你不搞，你非要你妈叫那个老孔买它，没得必要的，懂吗？来，直播间来270个小伙伴来，我就问你们了，拿到同样的价格，你们愿意买怎么讲不得？那个钟家村里扣个一，愿意买对面中关里扣二，愿意买王家湾里扣三，扣下来，你自己去看哈子拐子，你看人有你妈几多，你妈不长眼，你非要去跟你当街坊。给你们买那个位置是吧，改革开放之前的户型，屁大的个阳台，3米3呐、啊，正满在你们市面上6米7米8米10米16米的阳台都有，你还在买你们3米3的阳台啊？你是你们晚上啊，要是你们撂个床，你不的老婆大姨妈来扯楼了，你早上你们起了5早8早的，搞得你们血汗水流的，想把你们被窝席摊开了晒你都摊不开，你说你跑去买它，你是买的中不是？你自己去看哈子，哪个买你们3好不好？